大家平安。我是张吴坤牧师，恩惠之家的创办人。我们很感谢神啊，这个十月我们把这两块地交在这个加兰国大巴路靠近国宾的地方啊，两亿个的地啊，一个就两亿个啊，我们以160,000，两亿个就320,000现款跟他买下来了，而且这些钱都是我的OKU 的人的钱，都是他们辛辛苦苦一人存了70,000-80,000，把他的钱把这个地买下来我自己也放了120,000下去没有欠钱。那么我们大概打算花50,000，就是50,000，把这个他们投资大概200,000的这个铁箱这个建筑物这个围墙呢，通通给人家偷了、拆了，都破坏了。我们重新拉水、拉电都有的，其实就再把它电线跟它拉回去，水喉跟它做回去，屋顶跟它做回去，围墙跟它再把它建好的。我相信十一月我们可以开始这个天国客栈。我们的工作有两个，一个就是跟生团契，另外一个就是 OKU Orang Kurang Upaya Ministry， 祝福更多人。谢谢大家，盼望你们为我们祷告，支持我们，让我们祝福更多的人，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 Amen。